标题嫂子因拒晒结婚13周年纪念照片，章子怡为何装作没看见，本账号内容全部为原创，禁止抄袭违者必举报追责。2019年元旦，章子怡嫂子因旭在微博秀出和张子楠结婚13周年纪念日照片，因旭出演了热播剧《延禧攻略》中方姑姑一角，而老公张子楠则是这部戏的出品人，夫唱妇随，幸福美满。章子怡虽然叫因旭嫂子，可是因旭生于1983年，比章子怡小四岁。因旭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，2006年因旭与章子怡的哥哥章子楠结婚之后选择暂停拍戏，2009年出演爱情喜剧片《非常完美》，因旭开始复出。哥哥章子楠比章子怡大六岁，章子怡走红娱乐圈后，章子楠担当章子怡的经纪人，成立文化公司后为章子怡打理一切事务。当年因旭和章子楠结婚时，章子怡从美国订做了一个20万元的钻戒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因旭，可见姑嫂关系是相当的亲密。章子怡和汪峰结婚前，章子怡和哥哥嫂嫂的关系一直很好，和汪峰结婚后，章子怡和哥哥嫂嫂的关系跌入冰点。这次因旭在微博上晒13周年结婚纪念照，章子怡和汪峰好像跟他们一点没有关系，一声不吭的吗？章子怡和哥哥嫂嫂发生了什么矛盾呢？2015年2月10日，汪峰向章子怡求婚当日，得到的还不够多吗？你伤害了何止是我一个人，疑似和哥嫂关系破裂不果。从2015年2月后，章子怡和哥哥嫂嫂没有什么来往了。如今章子怡和汪峰感情一直很好。